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世界最值得你去的地方》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在埃及金字塔内比赛找出口，木乃伊做导游；二、在北极村比赛搭冰屋，北极熊来打分；三、在圣马可广场为鸽子比赛，鸽子选最爱。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在埃及金字塔内比赛找出口，木乃伊做导游。 在埃及金字塔的深处，除了沉睡了千年的法老王和他们的珍宝，还有一项非常特别的比赛——找出口大赛。想象一下，你被困在了这些古老的迷宫中，四周是密不透风的墙壁和神秘的象形文字，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到出口。但别担心，这里的木乃伊并不是来吓人的，他们是你的私人导游。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比赛的规则。参赛者被随机分配到金字塔的一个未知位置，然后比赛开始。 他们需要解读古老的象形文字，避开可能的陷阱，比如突然弹出的石板或是隐藏的沙坑，最终找到出口。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真实版的逃出密室游戏，不是吗？但这里最有趣的部分是，每个参赛者都会被分配一位木乃伊导游。没错，这些曾经高贵的法老和他们的臣民，现在化身为最佳的旅游向导，带领着参赛者穿梭在金字塔的每一个角落。想象一下，一位穿着古埃及法衣的木乃伊。 正用他那略显生硬的动作，指着一堵墙上的象形文字给你讲解，这个符号代表生命，而那个则是死亡的象征。请跟我来，但要小心脚下。当然，这些木乃伊导游并不总是那么可靠，毕竟他们已经离开人世几千年了，对于现代的逃脱游戏规则可能还不太熟悉。有时候，他们可能会把参赛者带到一个死胡同，或是忘记了某个陷阱的具体位置。但这也增加了比赛的乐趣和不确定性。 毕竟和一位几千年前的法老王一起探索金字塔，这本身就是一次难得的历史之旅。最终找到出口的参赛者不仅能够赢得比赛，还能获得一份特别的奖品——一张由他们的木乃伊导游亲笔签名，好吧，可能是用印章盖的的金字塔探险证书。这无疑是对他们智慧和勇气的最好认可。当然，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但它激发了我们对古埃及文明的想象和好奇心。 金字塔和木乃伊一直是人们对古埃及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他们不仅代表了古埃及人对死后世界的信仰和追求，也展示了他们在建筑、数学和艺术上的非凡成就。通过这样一些有趣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加生动的了解和接近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文明。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北极村比赛搭冰屋，北极熊来打分。在遥远的北极村，有一项传统而又异常的比赛，那就是搭建冰屋大赛。 这项比赛不仅考验参赛者的技巧和创意，更有一位特别的评委——北极熊。是的，你莫听错，就是那些毛茸茸、看起来既可爱又威武的北极熊来打分。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荒谬，站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有趣的比赛背后的深层含义。首先，搭建冰屋是北极地区原住民的一项重要生存技能。在这个比赛中，参赛者不仅要展示他们对于冰雪材料的熟悉程度。 还要证明他们能够在极端条件下创造出既坚固又舒适的居住空间。这项技能在现代社会或许看起来不那么实用，但它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智慧。而北极熊作为评委，则是这个故事中的一大亮点。想象一下，这些巨大的白色生物围绕在各式各样的冰屋旁，用他们那敏锐的嗅觉和本能来评判哪座冰屋最适合在北极的严酷环境中生存。这不仅是对参赛者技能的一种认可。 也是对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物和谐共存理念的一种肯定。当然，这个故事也不乏幽默元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座冰屋因为设计过于前卫，结果被一只好奇的北极熊误以为是新型玩具，结果一头撞进去，那场面一定既尴尬又好笑。或者，当参赛者试图用鱼来吸引北极熊来平分他们的冰屋时，却发现北极熊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贿赂毫不感兴趣，反而对一旁的雪地里留下的滑雪板情有独钟。总之。 这个虚构的在北极村比赛搭冰屋，北极熊来打分的故事，不仅展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也透过幽默和创意，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与这个星球上其他生物的关系。毕竟，在这个故事中，北极熊不仅是评委，也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村的邻居。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在圣马可广场为鸽子比赛，鸽子选最爱。在威尼斯的心脏地带，圣马可广场。 有一项非官方但极具娱乐性的经济活动，那就是喂鸽子比赛。这项活动没有正式的规则，也没有裁判员，但它却是游客和当地人共同参与的一大乐事。想象一下，成群的鸽子在这个历史悠久的广场上空翱翔，而下方则是一群手持面包屑的参赛者，试图吸引这些飞羽球的注意。但这场比赛的真正趣味在于鸽子如何选择他们的最爱。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的参赛者。 在这个角逐中，人类参赛者的策略多半是靠着面包屑的多寡和抛洒的技巧来吸引鸽子。然而，鸽子们似乎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它们不仅仅是被食物的量所吸引，鸽子们对于参赛者的姿态、动作，甚至是站立的位置都有着微妙的偏好。有趣的是，这场比赛似乎揭示了鸽子出人意料的选择性。有些鸽子偏爱那些动作较为温和、看起来较不威胁的参赛者，而另一些鸽子则可能被那些穿着鲜艳。 容易引起注意的人所吸引，这种现象让人不禁思考，鸽子的选择是否反映了他们对人类行为的深刻理解，或者这只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性？当然，这场比赛中最幽默的部分莫过于看到一些过于热情的参赛者，他们可能因为太过于激动而忘记了保持平衡，结果不是被鸽子群包围，就是在试图吸引鸽子时不慎跌倒，成为了其他参赛者和旁观者的笑料。总之，圣马可广场的喂鸽子比赛不仅是一个观光娱乐活动。 它也无意中成为了一个有趣的社会实验，展示了人与动物之间互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下次当你有机会参加这场独特的比赛时，不妨试着观察鸽子的选择，也许你会发现一些关于人类行为的有趣见解。但记得，无论结果如何，最重要的是享受这个过程，毕竟不是每天都能有机会成为鸽子眼中的最爱。所以，这些故事虽然是虚构的。 但他们都激发了我们对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更加生动的了解和接近这些古老而神秘的文明，同时也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尊重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觉得在这些比赛中有什么有趣的元素？你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或者你有其他有趣的比赛想要分享吗？欢迎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